在翠乡鹤冈第六林农路被农民发现有一大半的路基严重流失掏空，农产运销交通是岌岌可危。看见县政府和议员来会勘，他们临时起意半路陈情，带领一行人到现场来会勘，期盼可以尽速补救，及早改善，避免遗憾事发生。因为农民半路陈情而临时更改会勘行程的县议员林玉芬等一行人，跟着陈姓农民来到鹤冈这半山腰的文旦幼园农路上，看见路基掏空的景象也惊讶不已。我都一直想啊，怕会崩起来。哦，下次哦，有看到就讲，要不然本来好好修补的，变很大条啊。找村长不理你，找我们都在家，找我找议员都可以。对对对，这条通往鹤冈第六林的农路，路面龟裂歪斜不说，往路旁一探，赫然发现有一大半的道路几乎腾空，没有路基。正值文旦柚采收期，农产运输频繁，交通也岌岌可危，农路路基严重掏空，会勘的一行人看了也捏一把冷汗，难以置信。他那个大的卡车哦，一向的哦。哇，就搞笑了。那现在又要采文旦柚了，会不会很担心说这个随时都会垮下来？对啊，就是说尽量靠这边，不要靠那个旁边。对啊，要叫他们快点去用，没有用的话，哇，危险了。我们刚好是我们的陈先生，因为碰到我们会刊把我们拦下来，就说就我们临时来排了一个会刊，跟傅坤奇的委员办公室的主任陈主任，还有我们南区服务处，所以我们刚好就上来看，觉得非常严重。那这个案子我们会特别尽快来处理，然后尽快来提案，能够尽快来施作，也希望我们的水保局能够挹注更多的资源进来，让我们的文旦幼农能够有安全的路回家。因为农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，因此也不知道灾害是何时发生的。不过随着近日台风接二连三的来袭，农民也不敢保证这条农路能否撑得住极端暴烈雨势的攻击，只求相关单位重视，尽速补救改善，避免憾事发生。记者石玉兰，瑞色采访报道。